大家好，我是老杨，这里是一画一画。我是轻薄透露。轻薄透露，我有好讲究的感觉。不讲究呗，就是女性穿着有时候轻薄透露，但有的建筑也讲究轻薄透 露、嗯、对，好，这四个字用的好。要不我 AKA 圈外建筑什么的。哎，也可以哦，是吧、哎、好，我们今天回归到我们一个非常常规的节目内容，展览游记。嗯，很久没有专门聊了，之前都是散着聊的。有至少一个月没有了吧？对，至少一个月没有了。对、嗯，那我们今天有一点小变化。我们开头想先浏览一下我们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一些重要城市的展览的资讯，我们看看有哪些值得，对，就是我们感兴趣的，然后就稍微点出来给我们的全国的高品质的听众朋友们、哎、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全国。哎呀，高品质，哎呀，你想怎样？很好很好。嗯，我们这次品质还比较高，我觉得我们要不要说一下，虽然这个抱团我估计这个团是成不了，但是我们礼品还是送出去了。嗯，对的。嗯，就是有两位幸运的这个我们的高品质的听众会获得我们这个上次从冈山啊杨老师精心挑选的礼物哈、啊、嗯嗯嗯，大概感觉这个趋势大家是腾不出时间什么、是的，这个主要也怪我们自己这次安排的比较仓促、嗯、啊，时间比较紧，没关系，期待我们下次组团吧。嗯，期待我们下次的行程吧。我们也还是有信心的，没关系，我们会策划新的线路，留出更多的时间，是吧？嗯，对的，我们就一起出去玩吧，有机会。是的，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哈。嗯嗯，行，那就回到我们的这个正题，就分享我们要自己筛选展览的过程。对对对，因为现在这个展览市场真的特别好，特别好、展览特别多。嗯。眼都花了，这栏目就叫特别多、展览特别多、对、就叫展览特别多。 哎好，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栏目，就叫展览特别多。哎，看这个展讯啊，眼都花了。我们先从上海走起、啊、从上海走起呗。对，上海从身边走起。对，上海的话，十月份的展览，哎，刷这个展讯啊，上来就是一个赫大的鲍勃迪伦艺术大展。我第一个印象，这个雷的可能性比较高。对，我也是这么觉得。是吧？嗯嗯，你说为什么呢？这两年可能被一些大 IP 伤害了吧？哎，对，就是大 IP 的展啊，它都看上去挺吸引人的，但是有时候去看了，发现现场呢，哎呦，就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要不就是料不足，对；要不就是整个这个展陈编辑的不太好。对，嗯，就我特别怕就是这种大 IP， 说的很宏大，进去一看，发现是像一个史料展一样的，复制品展，复制品加史料展加投影展，是什么那个梵高沉浸式体验大展啊？对对对对，什么文艺复兴体验大展啊？这个达芬奇的，对对对对对，是都是复制品。另外一点啊，我就觉得这个，因为鲍勃迪伦他毕竟是这个音乐人嘛，对啊，也是诗人，对吧？拿过诺贝尔文学奖了，诗人，对，这个没拿奖之前，这个就已经是了。但是这并不是很了解他做绘画这件事。然后其实知道是我们上次有聊过，对，小东老师，小东老师去伦敦吧。没，那是有戴老师去。哎，对对对对，有戴了画册。对对对，有戴老师。哎，那小东老师是干嘛的？点评画册呀？不是吧？哦哦，对对对对对，你想啥呢？啊，对对对，不是，对对对，你想到哪儿去了？你说吧。我想到亚东了。亚东，亚东说，老师，鲍勃老师这一笔这个节奏啊，节奏他是个反拍。哎，我们这吆喝要反着来喊。哎，好的好的，哎。就是当时看到是张友代去伦敦看了这个鲍勃迪伦的画展、嗯、然后带回画册给那个刘晓东老师点评了、嗯、有这么一篇文章，点得很好，我们当时也稍微分享一下，对，也分享过了、嗯、所以你是想说刘晓东老师根据刘晓东老师的批评，我们觉得哎，迪伦的画就不看了吧、嗯、是这意思吗？也不是说不看了、嗯、就是其实兴趣还是有一点的、嗯、毕竟你看看原作跟看画册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对对，所以就是
当然兴趣就不是那么的大，那么的强烈，就这两点原因吧。一个就是因为大 IP 展，嗯，就是一是有踩雷的可能啊，对。二个他这个展在艺仓，你对艺仓的印象怎么样？嗯，说实话，我一次也没去过。谢谢啊，好的，没有印象，价值的参考。因为太远了。哎呀，好的。那我们来说说这个票价好了。预售的学生68，单人票130，138。嗯。学生老人88、嗯、哇，我既不是学生也不是老人、嗯、但我心态是学生、嗯、肉体是老人，肉体是老人，好极了，都打赏。哎呀，这价格你觉得怎么样？价格嘛，反正现在上海看展价格都高啊。嗯，行吧。哎，他，我觉得他如果是多少，130？对，如果你不买预售或者早鸟的话，就是一般票就是138、嗯、接近140。那这价格在上海这个展览市场也算偏高了。嗯，高的。嗯，算偏高了。嗯嗯。刚才说为什么还怕踩雷呢？因为看不到这个 Bob Dylan 这一方面的这个参与的主办方是谁。嗯。这个整个信息只有这个艺仓，对吧？哎，还真是。对，一般我们看展览要看这，尤其海外进来的东西要看是哪个。这个 IP 或者内容到底是谁输出出来的、嗯、对吧？嗯，那我们看不到，这个也是有点心里有点打鼓。嗯，所以就是大家量力而为吧。对，没有策展方。嗯嗯，如果现在最便宜的是有早鸟票，早鸟票40来块钱，有兴趣可以买个早鸟票、嗯、稍微猎奇一下。嗯，正价我觉得我是不推荐了，138真的相当不推荐了。 对，早鸟猎奇还是可以。像明珠美术馆什么维克多雨果天才的内心啊，这种展、嗯、我觉得这个基本就是铁坑。铁坑，哎呀，你跟我想法一样啊。是吗？我们的成见就摆在这里了、是吗？对对对，我们哎，人整个世界就是由成见构成的。哎呦，谢谢我们会试图打破了，说不定我们就去看哪个坑、对啊，名声这个感觉还可以。哎，名声现代美术馆，一个是马塞尔杜尚奖艺术家主题展，9月7号到10月20号的、免费，我看应该是法国作者为主吧。嗯，我们最近看几个展对法国作者印象比较好，相对会比较好。对对对对 对，所以也是一种成见吧。也是一种成见。对，嗯，然后另外一个同期的展是叫不可见的美，是9月7号到10月20号。嗯，也是在民生美术馆。那么这个展是19位来自欧洲的艺术家，二战之后的欧洲艺术家的这个抽象艺术作品。哎，这是基本是我的菜，虽然我自己不搞，但是爱看。哎呀，这个好的。嗯，捋了一遍这个上海的展览。嗯，接下来看看别的城市有什么。国庆嘛，我们目光肯定聚集到首都了。首都，对，我们看了一下也就俩。对，北京我们那个页面从头刷到尾，哎，基本上也就俩，剩下来都是就不说了。分别是啥？这两个展分别是大卫霍克尼。哎呀，这个展叫大水花，展览地点是在木木艺术社区，嗯，北京的东城区，具体地址大家搜一下吧。哎，嗯，它不是木木美术馆。哎，所以我们发现这是不知道是不是木木美术馆的一个新的空间吧。哎，展览价格呢就比较昂贵了。哎。全价平日票是180元，全价周末票，220元，二百二十元呀、嗯，相当了。想想啊，当然了，学生票是有优惠的，嗯，但也不便宜，嗯，学生票130，周末150。哇，我不知道霍克尼的个展在这个，比如说在伦敦是个啥价格，嗯、我现在也很好奇了、嗯，但我估计是没这么贵，我这估计没这么贵。嗯、看看霍克尼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嗯。嗯，大牌，大牌。嗯，然后这个展呢，从质量上呢，觉得应该是有保证的吧。嗯，因为它的策展方是泰特。哦，那应该有保证了。那稍等，哎，不，你先说着吧，我查查泰特以前如果有在个展上啥价格啊。然后这个展看了介绍呢，是有100余件作品，嗯，是从50年代至今的一些创作吧。嗯，感觉作品量还 OK， 所以应该会是个不错的展，只是价格上呢是比较偏高了。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在咱们帝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览，是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马修巴尼的个展，
叫堡垒。那么这次马修巴尼的这个展览票价是成人票，是早鸟票的话成人票是80元，学生票是60元，但是正式票我现在没看到，不知道它是 正常 票价是多少。然后这个展看介绍呢，品质上应该也是不错的，因为这个展是由耶鲁大学美术馆策划的。整个展览看上去是最主要的就是有一部和展览同名的叫堡垒的这么一部长达2小时的同名影像作品，这个还是个人感觉还是蛮值得坐下来看的，特别是 多长时间长达2小时。哦，这个是主体对吧？ 主要的这个展最主要，因为跟展览的名字同名嘛，就叫堡垒。那咱们去应该会蛮享受的，对，狂看2小时。另外这个展除了这部影像作品之外，还有5件巨型雕塑和50余件的雕版的作品。这个雕版我感觉可能不是铜版画，可能就是展的那个雕刻的电雕的这个版。对，我看了一点介绍，哦、是电镀版啊什么的。电镀版，那跟我想的差不多。去看马修巴尼的话，可以顺便去看一下同期在展的一个展览，叫做《人间指南下》。之前是在那个毕加索展期是有《人间指南》的上。那么这次是马修巴尼期间是有这么一个展《人间指南下》。那么这个展的有意思的地方呢，它是整个上下都是在回顾9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创作的一些现场。会有一些当时的一些创作的作品。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比较陌生的朋友，可以去这个展览看一下，还是会有一些收获吧。行，我刚查了一下，2017年这个。霍克尼在这个 Tate Britain 的个展，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有回顾性的个展，票价是19.5磅，就是你就约他20磅好了，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咱错怪了咱这边的艺术展价格吗？我觉得也不能是，咱这不能什么都，我觉得咱们俩这个各类文化消费的价格跟海外看齐看的有点早了。这个电影票价是很早就开始看齐了，然后蛮早的。现在这个艺术展这个门票也开始看齐了，不是一个好现象，我觉得。我随便说啊，因为我也没去过这个木木的这个新空间，但是这个泰特的 Britain 这个空间我是去过的。那个空间你进去，我觉得他跟你说10磅20磅之类的，你是觉得值的。我不知道这个啊，东城这个某某胡同这个空间值不值这价钱啊。Anyway， 随便说一下。好，那咋北京就这样了哈。北京就这样了。剩下来都是一些围绕这个咱们70周年大庆的一些展览，我就不提了。我们就跳过了。跳过。好，那么。这个其他地区的其他地区你有什么留意到了吗？我还没仔细刷呢。你看吧。那我就先提两个我留意到的好了。我刚才跟你说过的一个是四川美术馆的成都，它是第13届全国美展，第13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的版画作品展。9月23号到10月22号，也就一个月时间，但是在成都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算是国内的，这不是体制内吧？体制内啊，啊，这体制内全国美展吗？是它叫啥？它全名叫啥？全国美术展。对，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啊、体制内官方展览。官方展览、对吧？行吧。对，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体制内这个在做什么。对，在做什么？而且不一定体制内就没有真的有意思的作品，我觉得是。对，也不能完全否定它的创新性和它的可能性。所以我还觉得蛮希望这个成都的朋友帮我们去看一看的，看一下。对，这是一个留意到的展。对，但是版画部分，我个人觉得啊，可能风险还是有的。风险一定是有的嘛。对的，但是都要尝试一下的嘛。对，要有点挑战精神。对，这个而且是免费的，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看一看。剩下另一个我留意到就是长沙的这个谢子龙。长沙的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对艺术展感兴趣的话，可能会可以留一下这个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我看了一眼他的展，还是蛮有意思的。哦，是吧？对，会做一些法国欧洲的这个影像的搜集，做一些主题展览。还
感觉里面会有些小的分馆。嗯嗯，这个谢子龙影像中心是在长沙是吧？对，是在长沙。嗯，也有一些，比如说什么自在其中汉字国潮艺术展，60多块钱，这个我就不太推荐了。啊，也是这个美术馆的吗？对的对的。哦哟，这是他展览之一，他展其实蛮多的，我估计有几个小展厅的。嗯嗯，反正去过这个长沙的谢子龙艺术馆的影像艺术馆的这个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这是个什么地方啊？嗯，这个地方怎么样？嗯。好的，我们本期的展览特别多栏目就到此为止了，就到这了。哎，就是第一次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觉得啊，咱们之后，这个栏目其实可以，我们自己看完一些展以后，有一些是真的是我们觉得很雷的展，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比较明确的跟大家说。好的，对吧？就省得避免，因为这次我们还是大多是我们还没有看的一些展览，所以只能凭自己的猜测了。对。就是分享了一个我们日常看展之前的准备工作，对对对对对，嗯，筛选工作，对，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今天的正题，好的，对，嗯，哎，刚才你那名叫啥？轻什么？轻薄透露，哎，那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跟轻薄透露有关系了，对，嗯，圈外建筑，嗯，刚才在录这个捋这个展讯的中间，其实是有一个嗯。比较重要的展览我们是跳过了，因为是正好是今天我们的 主要的话题，主要话题时尚纯野，嗯，自由建筑这么一个展，是在我们的 PESA， 大烟囱，大烟囱当代艺术博物馆，对，7月18号到10月7号，就是很意外的这个展特别的红，对，特别红，嗯，我们也是非常好奇，所以抱着这个好奇我们就想聊一起，哎，抱着好奇去看了，抱着好奇聊一聊啊，就是我们都不是只专业建筑出身的，也你还是自己对建筑有些了解吧，算是自己有兴趣，我只是作为一个感兴趣的人的那种了解，对对，嗯，不是从业者的那种，是，嗯。我看起来，我们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参与这个展览的观赏就是，嗯，观众，哎，这观众好像也不是以专业为主吧？嗯，我这么猜啊，嗯，我看到一些很认真在看展，甚至做一些笔记的这个年轻人，但我怎么感觉这个主体不是建筑师或者这个建筑学学生这个主体？嗯嗯，我感觉应该也不是，嗯。也好希望得到大家的反馈，对，嗯，对，总之这个展我们去看了以后挺意外的，嗯，其实这个展在假期周末其实排队是蛮严重的，嗯，看的人还真的是蛮多的，我们就特别好奇这个展怎么就吸引到了大众来看关注到，啊，因为确实很好奇，因为建筑这个话题其实是比较窄的一个话题吧，嗯，你觉得呢？就直接切到建筑这个话题大不大了哈？我觉得建筑这个话题大不大，我不好说。但我觉得建筑越来越火了，嗯。哎，时尚纯野这个展，你看你第一个瞬间被吸引的瞬间是有吗？有被吸引吗？除了朋友圈里很多人去看展，对，因为看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就感觉不像是一个建筑展，有些画面的东西包括一些小的这个建筑外形都有点像是一种 怎么说好呢，就像一些这种场景性的这种雕塑一样的作品，这种感觉，就是它的风格化蛮强的，然后就是就更感觉给人是更有艺术作品的属性，我的那个瞬间是看到了，我忘记是在网上看到海报，还是我是不是某一次去路过了 PSA， 看到它外墙面的那些绿色的绿色的海那个主视觉，主视觉，它其实是一个它建筑项目提炼出来的。Anyway， 对，就是被它这个主视觉吸引了。嗯，我觉得它展览用的这个绿色的主视觉在夏天非常的清爽宜人，非常的吸引人。是的，这是我觉得。就是日本厉害的地方，就在制造这种情绪上的沟通，对，这种亲和感做得非常好。嗯，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个建筑师的展览，对啊，但我就被吸引了，我被那个主视觉吸引了。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都是这个原因，是吧？我觉得海报它能吸引住这个海报，这次这个海报真的我觉得还蛮成功的，超级厉害，对，蛮好的，嗯。
所以时尚纯也是个谁？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而且通过这个看完这个展，我觉得我们不知道很正常。嗯，因为该军的很多项目都还没建成，建成对吧？在建中。对，所以这他建成的好像基本也是在日本，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公共的一些项目，就是不是特别公共啊、嗯，比如说什么在大学里面的某一个什么计算中心还是什么来着的，哦、对，有这样的一个。对，就这种，剩下是在荷兰的一个公园里的一个，那个好像是公共建筑，好像是建成了是吧？那个、就是、好像是建成了，好像建成了。那反正大部分这个项目没有建成、而且整个多半给出的案例都是在中国的，我觉得他对中国的这个市场有很大的抱有很大的期待啊，而且他好像已经有中国的办公室了。是吧，已经在招人了嘛。好像是。anyway, 看得出来中国现在还是对建筑物的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大。但我其实个人不是太推荐他们跑到中国来建东西。那理由也很简单，这个完成质量是达不到这个日本或者欧洲的水准的，我觉得。你就光说我们在北京看到的扎哈的那个望京 SOHO。有形是扎哈的形，但看着那个东西怎么说土不太好，就是那个制造的不是很精良的感觉，不是一个很精良的那个制品的感觉。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就其实那种特别流线型的造型，如果它的做工没有那么精良的话，其实就跟我们路边看到的一些别的那种玻璃的办公楼差不多，差不太多。因为哎呦，我有个概念不想这么早丢出来的，就是有一个这个天衣无缝的概念啊，就是从时尚纯野的那些模型看、它很其实很追求一个完整性，一个大形体的一个完整性。我们说的抽象点就天衣无缝，它那种就真的要特别的完整，没有瑕疵，才能体现出它那种理想化的带来的美感，对吧？如果它特别好看，但你一看这儿一个钉子，那儿线没对齐，那一个缝，那大型那个它理想中那个型再美，你看到都会打折扣，对吧？对，所以这个制造工艺是很重要的。对，而且它的设计我觉得是蛮极简的，所以就像你说它尽可能省去任何一个有孔有钉子有接缝的地方，来呈现它的作品。越简就越要求天工啊，我觉得就是特别难。所以不推荐他跑这儿来下这个。除非他带日本的建筑工程队来，是吗？对，然后时间够慢慢来，对吧？一个是他海报做的特别好，对。还有一个就是你发现你还有吸引你的点有吗？我发现他整个在宣传上吸引大众的点是卡地亚，是吧？卡地亚，对，好像是卡地亚艺术中心，他在卡地亚艺术中心做过一个展，然后在那个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是获奖了，获奖了，他得了威尼斯双年展的奖，对，还有一个点就是。还有一个点就是他最近在2019年的这个伦敦那个蛇形画廊的那个项目，对，那个项目那个叫什么什么回廊是吧？Pavilion,我觉得中国在引入一些就介绍一些东西的时候，总有些偏差。我查这个网上他介绍的时候叫什么副展厅或者这个展亭之类的，其实跟就是。这个蛇形画廊2000年开始的这个邀请的建筑临时，不算临时，就邀请制的这个一年期的这个建筑项目，它就是个公共的作品，公共作品，对的，它非常公共，它是一年要更换一次，一年更换一次，换一个建筑师邀请他来参与这个创作，对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展厅，它根本就不是展厅，它跟展也毫无关系，所以本身就是个作品，对，它本身是个作品，而且是。某种意义上是服务画廊的一个公共项目。对，我2017年去了，去的时候，那个当时去海德公园，这个
简单讲一下、嗯、这个蛇形画廊在海德公园、嗯嗯、其实它不是海德公园，海德公园差不多500年前、嗯嗯、亨利八世好像是给自己搞了一个狩猎的一个公园、嗯、蛇形画廊是根据里面的一个湖，海德公园里面有个湖是就是有点像蛇形的，所以它叫蛇形湖吧。然后它因为在旁边，然后海德公园以前是叫海德公园，就整个那块绿地都叫海德公园，后来分了一半，就是这个蛇形湖东边是海德公园，西边叫肯辛顿花园，历史变迁嘛，那边变成一个花园群落，一个英式花园群落吧。然后它其实在这个肯辛顿花园这里，然后它又就在，然后蛇形画廊有两个，这个蛇形湖的东边一个西边一个，然后这个西边这个就相对时间早的70年代就有了，然后所有的这个2000年开始的这个所谓的蛇形画廊这个临时的建筑项目啊，蛇形画廊你怎么说的那个回廊呀，哎，那个回廊这个公共项目是在西边的老的这个老的这部分蛇形画廊的旁边，一般都在它旁边。嗯，这个东西在宣传的时候好像说石上纯也在伦敦的这个蛇形画廊做了这个项目，副展厅好像有多了不起，多了不起，多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只能说你去到了那个地方你才知道它是多公共的一个东西，就真的是特别公共特别日常，谁都可以在旁边买杯咖啡坐着在聊天，就是这么普通的一个地方，就普通到这个程度，就对大众来说，对公众来说，当然它是2000年开始有非常多的知名的建筑师去参与这个项目，这个不可否认它是非常，这是可能不光是蛇形画廊啊，放在伦敦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事件之一吧，但它的公共性就是这么公共，就跟你到人民广场去一个亭子去喝杯茶一样，这么公共，吃炸鸡，哎，对，吃炸鸡啊，如果有个炸鸡亭，就是这么公共，它没有多么了不起、崇高伟大的任何含义在里面啊。但是它毕竟是进入了一个作者序列吧，就是它这个整个蛇形画廊2000年以来选的作者，就是建筑作者都是很知名的，他的前辈，比如他萨纳也做过，萨纳，那谁？藤本壮介也做过，伊藤丰雄好像是，哦，这是日本的这个，这是算两三代了都做过，真的都是他大前辈啊，他都是大前辈，然后什么库哈斯啊，就是西方的就不说了，也特别多。2017年我去的时候，2017年是一个，其实倒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他是一个，就你去的时候不是池上春野的，不是池上春野，池上春野今年的嘛？哦，对对对，2017年是一个非洲国家的。布吉纳法索，真是够小的。是，我想了一串名字，没有一个肯定想不到，是吧？想不到，他是一个布吉纳法索的一个建筑设计师。嗯，而且他是布吉纳法索，是我也稍微查了一下，因为当时根本没留意。我说，哎，今年怎么是个非洲的，好像不是很重要的设计师，有一点这种态度。但是去了以后，觉得蛮好的，就是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非洲很贫穷的地方，识字率只有10%，就是不到什么，不到23%，就不到23%的一个识字率，在这么一个小国家，这个知识就是知识水平跟我们民国可能差不多，就文化教育水平蛮低的。然后他是当地的一个这个建筑师，叫我不知道怎么念好，没什么中文，没有什么中文翻译啊，就估计叫他费哈之类的啊，这个他是一个当地村的村长的儿子，但你也别想象他什么了不起权贵，他只是离开了村子，先去做学徒，学会了木匠活，然后去首都学木匠活，去首都学完木匠活呢，可能是还做的可以，不知道什么机缘巧合去了柏林，做一个交换项目之类的可能是，然后在那边学手艺，然后在柏林的科技大学后来学的建筑，反正这条路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这么小这么落后的国家出了一个人才。然后我查他履历，剩下他不像这些明星设计师出名之后，当然我也不知道他算不算出名了，他应该是得奖了，但我不知道他得了什么奖，这种能进他这个作者序列的一般还是要得奖的。对对，
我不知道他得了什么奖，我没细查，但是 我是关心他做过什么。你看他大部分都是回到家乡做的公共建筑，小学校，不同的学校，然后开始有些剧院之类的演艺场所，这都是公共性的，而且他们之间这些学校培养的人跟他后期做的建筑项目之间也是有关系的。比如他的学校的，他建设的学校的孩子可能有一部分会在他建立的其他的公共项目里工作啊之类的。嗯，就是他非常关注于把整个他能带回给家乡的东西，这个他非常关注。我觉得这还蛮好的，蛮好的。对，就是这是2017年的那个建筑师。Anyway， 扯远了，反正就是这个东西不真的没什么，就是特别特别公共的一个临时性的一年期的一个建筑。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主要还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他进入到这个作者序列里了，那就是对他来说是一种认可了。就跟他拿到这些建筑奖是一样概念了。对对对，就是一个很好的履历了。对，这个网上也能通过那种 3D 还原的那种网页去看他今年这个东西，但是我也是查了一下，稍微看了一个卫报的所谓 review 之类的东西，就是说今年他的东西完成的也不尽如人意，但不尽如人意不是他的，就是他独享的遭遇，他的前辈其实也享受到了，这个跟项目特性有关系，时间也短。可能我觉得造价上不会太难为他，但时间短肯定是有关系的。然后他自己设计的风格也是有关系的。就之前那个 Sana 还有藤本壮介都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就是他们都追求轻薄透露嘛，是吧？对，你大概了解了 对吧？对，但你一追求轻薄透露就难度就上去了，对，就技术上就带来很大的难题，很大的问题。你就想要少的立柱，细的立柱，撑起一个轻薄的空间，但你就在挑战技术了，挑战力学的那些东西嘛，所以它难免就会 有所偏差，要不就是加了结构了，要不就是整个结构的这个维度变粗了，柱子变粗了之类的，就这方面就可能没有那么理想，但我觉得很正常啊。你不管做什么项目都不可能理想的完成的，我觉得这个他们应该也不意外，应该也不意外。应该这辈子一直做那么久建筑了，应该有这个经验了。对，一辈子就跟这种不意外的不理想的状态打交道吧，应该是。行了，不扯这个蛇形画廊的事了。顺便提一下，这个蛇形画廊这个作品在展览里是能看到它的那个模型的。模型，对吧？就是那个，我都忘记了，太多模型了。就是那个羽毛一样那个是吧？羽毛一样的，它用的其实是瓦片，是瓦片，然后堆砌起来的顶，然后下面几根细细的柱子撑着。对，就是特别轻薄透露，是吧？对，追求轻薄透露，但我看文章里好像那瓦片整个加起来20多吨，想用几根小细柱把它撑起来，形成一个灰鸟一样的东西铺在地面的那种感觉啊，但是技术上蛮难的。Anyway， 就是这个东西，对，大家去现场看一下，可以看到，我觉得很多人已经看过了。是的。刚才我就想问问你说，你如果想到标志性的建筑，或者甚至说所谓网红建筑，你回溯的话能想到什么？我告诉你我的第一个想到的。你想到啥？悉尼歌剧院。哦，悉尼歌剧院。那我不估计不是。你想到的是什么？我觉得我想到可能是埃菲尔铁塔。是看电视的缘故吗？可能是。电视啊，包括可能以前有些动画片啊什么也会出来这种。讲到法国就是的埃菲尔铁塔就出来了。悉尼歌剧院是在电视里以前看到特别多的航拍啊，就是以前好像电视节目少还是怎么样，就是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空档的，就是专门拍专门播放一些城市海外城市的这个景观的一些景观片。你这么说我想起来，对，是有。还有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那会儿不是有那种挂历嘛，单位发挂历，就是全世界各地的标志性景点的挂历。对了，歌剧院有，铁塔也有，铁塔也有，咱俩说这都有。对对 对， 对就是从那个开那个我追溯这件事我就想起这些。对，比如
歌剧院，比如巴黎铁塔。嗯。嗯这还是我们当时这个传媒不发达的时候，身边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人出国旅行，对，了解国外的这个城市的时候，开始了解建筑，开始了解到，哎，城市跟建筑是挂钩的，对吧？对，有这个印象。嗯，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会不会有这种印象。我猜现在年轻人可能会跟旅行挂钩，是吧？嗯，我感觉，因为我们那会儿那些图片上看到或者电视里看到那些。这些建筑有名的建筑标志性建筑其实离我们很远，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可能去的，对，连护照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对，是什么东西存在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对建筑的认知真的就是外观，对，完全不知道什么这个身体 的比例啊尺度啊这些东西不知道，材料什么乱七八糟这都没有概念，对吧？没有概念，就是看到一个奇特的外观。然后这两年我怎么觉得随着科技发展传媒变化，就是明星建筑师做的东西就越来越就特别满足小学时候的我们来认识建筑的方式，哎，就是看那个像蛋一样的什么，看啊，对对对，是不是？嗯，就它特别物件化了又就特别像是在给那些去不到的人或者是在满足摄影的需求了，就首先你这东西设计出来要拍的好看，要在传播的时候好看，对吧？而不是满足于那些置身其中的那些体验的东西，那些拍不到的东西可能是次一级的考虑或者之类的啊。但首先要务是它辨识度要高，它像一个好看的别致的或者特别甚至稀奇古怪的一个物件，对，就特别希望用外观来吸引到人关注。我们看了这个展，但不要有误会，说是建筑师就属于艺术家了。是的，建筑师这个行业经历了一个网红化或者明星化的过程，以至于现在由于分工越来越细，这个建筑师可以不是建筑学背景都可以做建筑了。当然也可能是跟这个整个的建造技术就是技术水平的发展有关系，可能以前传统的建筑学里应用的那些技术已经被新技术更替掉了，以至于了解其他门类了，了解 3D 建模就可以有相应的技术来配合你把这个东西实体化了，你都不需要了解以前的那建筑的基本功了。这个我不太清楚，但确实经历了一个明星化网红化的过程。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纽约哈德逊河旁边的一个案子，对，叫 Vessel， 然后它是一个公共建筑，其实但是造价非常的高，它的形体是一个像一个下小上大的一个网兜一样的结构，就是供人们在上面漫步散步然后休闲就观赏哈德逊河风景的一个这么一个公共建筑，对，它整个外观很漂亮，对，红铜色的，对，我们当时在那儿的确是很吸引人，对，一眼就能，对，一眼就能看上，非常醒目。但这个项目的我们叫它主持设计师其实是非建筑学背景的，他是在伦敦学 3D 设计，一个非常神奇的专业，一个神奇的设计专业，不知道干嘛的，对，应该用我以前同事的话就是做面的，做面的，他说做平面的呢是做线的，而做 3D 呢就是做面的，就渲染面嘛，不同的面是做面的，这他的能力就体现在他特别能做抢眼的设计，所以他不是一个建筑学背景都没关系，把专业的问题建筑的问题留给懂的人就行了，客户也是要这个需求，有这个需求，对，就现在确实是有一部分客户会看得出很愿意为造型花钱，从扎哈开始，扎哈哈迪德这个英国的明星设计师啊，对，而且他的明星的点是在于他是难得的女性明星建筑设计师，而且他的背景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背景，他不是一个比如说主流的西方世界出身的一个背景，他又是中东，对吧，是中东出身的英国设计师，对，他的背景也是提供了他成名的潜在要素，
说实话我是一直不喜欢扎哈的，他肯定有建筑学的东西了，但他我觉得他最卖的还是他这个外表的这个造型嘛。我觉得日本的设计师的好是他也好看，嗯，但他又有他的讲究，嗯，我觉得是在这里，就是新一代的，老一代的还是在模仿西方的那个战后经典的那种设计美学，啊，但是到了，你比如说到了妹岛这往后的这个轻薄透露的这一代，嗯，它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设计的语言了，嗯，但又是根植于建筑学的吧，我觉得是，嗯，嗯，但西方又有另一路了，就是这种网红风，这个基于 3D 渲染设计的参数化设计的这种网红风的建筑也出来了。就说回时尚纯野，虽然他在美术馆里展，嗯，是吧，嗯，对，但是还是不能把它当做一个艺术家来对待。是他在美术馆里展，而且他不讨论建筑学的内容，他是一个非常想象的非常亲和，甚至我跟你说特别适合孩子看的一个展览。对，就大家别被他们这个展览的外表所迷惑了，对，他的呈现方式迷惑了，嗯，是的，他即便抛去了，嗯，建筑服务的这些一些属性哈，就没有那么鲜明，但他依然是建筑，嗯，依然是服务业。前一阵子这个，圆桌派，嗯，聊这个文，聊年轻人的这个什么斜杠青年，嗯，人会不同的东西，就他聊到了文艺复兴人，嗯，文艺复兴就聊到了达芬奇，聊到了一些通才，其实也是在这个时期，嗯。建筑师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甚至是有品格的职业吧，嗯，站在了权和贵的旁边，嗯，出来了，嗯，它形成一个，其实那时也有点网红气质咯，嗯，是，但是当时的人是通才，哦，他不是只会设计房子，他什么都会设计，嗯，画画，而且懂音乐什么的，嗯，就是哲学、数学，甚至什么天文、地理，对吧？对，就是他是很通的一个状态。嗯，求知欲很旺盛，好奇心很旺盛，而且也确实在研究这些东西，嗯，大海绵，嗯，在吸收嘛。同期，嗯，所谓的艺术家，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艺术家这个概念啊？不知道哎。嗯，就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可能当时还没有。那不一样，那时候应该叫画家或者画师之类的。对，嗯，他也是受雇于权贵。嗯。但是那时做的权和贵，权可能还是宗教势力了。嗯，它也是某种意义上也是个服务业。对，拿钱干活的一个行业，直到慢慢的这个商业发展，高定，这个，哎，高级定制，哎呀，嗯，牛逼！但是大家都是做高定的，后来慢慢的这个画画的呢，就脱离出来不高定了，嗯，自己表现自己了。对，那还是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嗯。他能够有一些也是有画廊啊或者不同的形式来展现自己的作品，形成交易之后他能养活自己了，那他表现自己成为可能性了，而不是接受委托来做定制了。这个时候到了现在，艺术家是表现自己的，但是设计师，其实所有意义上的设计师都是服务业，嗯，不管平面还是建筑，对吧，就是我们今天说建筑，其实建筑师到现在还是服务业，嗯，对吧，所以大家不要有误会，说有建筑师的展在美术馆里展，他就是一个艺术家了，他是一个表现自我，充分的发挥自我能动性来，对，他是表现自我这件事，那可能就错了，这里边就误解了。对的，就像我这看这个展之后，我们看完之后查一些资料，就发现就之前看到一段他之前和一个欧洲的一个不知道是编辑还是什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人跟他做了一个对谈，嗯，时尚纯野，时尚纯野，对，就做了个对谈，然后这对谈内容我觉得挺有意思，他们中间提到了一段关于艺术和建筑，或者说艺术家和建筑师身份的这个不同，嗯，就提问给这个时尚纯也说的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嗯，时尚纯也其实是解答的还是非常清晰的，作为一个建筑师吧，他对自己的这个扮演的角色还是非常清晰，他就说艺术是发自人内心的，而建筑是来自于你外部的环境的，嗯，那么艺术家其实是做一种自我的表达，而建筑师其实是给出一种解决方案，嗯，而且他还提到说是
如果没有这个场地，没有客户，他是不可能做出任何一栋房子的。嗯嗯，这是他很清晰的。这个很清晰了。对，嗯。但问题在于说，我看了展以后是觉得他这个展呈现出来的跟他的这个表述的这个观点是有些矛盾的，是有些矛盾的。嗯。但至少他作为一个建筑师，他是清晰他的这样一个角色，他并不是艺术家。嗯嗯，对。所以就发现这里面有些微妙的变化，就是建筑师不讨论，具体的建筑学上的问题了。嗯，对，他开始告诉你，这个如果他是个产品设计师，嗯，他像个产品设计师，哎，如果他设计是一款产品，他告诉你这款产品有多好用，哎，用起来多舒服，嗯，但他不告诉你里面的线怎么走的，对对对，怎么处理这个防水防漏电的问题是吧，在这都不告诉你了，就是告诉你达标了。 对，变成了一个专业的问题给专业的人，对，您作为用户享受就可以了，是不是？对。哎，他在那个访谈里还说到了什么？就是也问到他关于自由建筑定义，嗯，他的意思是说，他的所谓的自由的定义是指他想要突破原有的标准化的这个建筑的创作方式，嗯，啊，他希望能追求一些多样性。追求多样性，啊，追求多样性。嗯，他就希望就是能够做到不以风格化作为出发点来考虑这个设计，而是以每一个项目为基点来考为这个项目或者说为这个项目的人客户来提供一个更具独特性的设计方案。嗯，看完展，我觉得他没有突破他之前说在萨纳学到的那些手法，嗯，其实包括浇筑那个萨纳都用过的。 嗯就是把地基刨出个形来，要刨出形，然后浇筑形成形，啊，再把土刨掉，这种方式，嗯，在丰岛那个馆就是这么做的。哦，如果我们成团的话就能看到浇筑出来的东西。但如果说建筑有文法的话，它的文法还是挺像他师傅的。 不那么容易摆脱，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 对，大概就是这样。实习生那段也不知道录进去没。行了，就先这样吧。先这样我们先简简单说吧。简简单说不行，我明天再补。我太惨了。把这些，哎呀，今天有 遭遇了严重的录音事故，中断了至少两次。对，而且都没有掌握到中断点就中断了，然后我们就聊下去了。 对，行吧。建筑可是一度是被当作所谓的艺术领域里面的。应该好像也是文艺复兴之后就开始了。是啊，就是权贵把建筑本身也当作一种艺术形式 来对待的。因为反正都是他花钱让人造的吧。没有细了解啊，这句属于胡说，但是不排除建筑的艺术属性。是，就是审美的属性还是有的，肯定是有的，这逃不掉的嘛。哎，那我说我喜欢的这个建筑设计师好了，我其实根本还没见过他的作品。当，这是我之前在设计公司嘛，然后偶尔跟同事聊，有个日本人，我有个日本同事，他就会问你喜欢什么设计师。我忘记我当时可能不是跟他说的是安藤就是媚岛了，估计啊逃不出这俩人了，我估计。但他说了一个人叫板茂。板茂，哦，板茂我真是他提之前我是一点都不了解的。好像叫膝盖鲁板还是什么的。然后机缘巧合，这个蔡国强在上海，就也就是 PSA 跟 PSA 连起来了，在 PSA 做展的时候，他开幕有一个活动，一个像对谈活动吧，但对谈的嘉宾之一就是板茂。板茂 我当时去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去了。就听蔡国强聊自己的东西，倒是其实我关注蔡国强也很久了，没有什么意外的东西。倒是第一次听板茂讲东西，讲得真清楚。他倒是反而讲出了建筑的作为一个服务行业的另一面，我倒觉得对我启发比较大。他当时他就是说，这个设计师，尤其我没记错的话，他说
明星设计师，应该是大概讲到了，嗯，会有很多的机会给特权阶层来服务，做一些很大体量的建筑，这个耗资也比较大。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这是建筑师的，已经觉得这是建筑师应该做的事情了，嗯，反正这就是建筑师的定位，但他的认为是不一样的，他还有另一面，嗯，所以除了一些私宅的建筑，他当时介绍了不少，嗯，特殊的，嗯，我觉得蛮特殊的建筑项目的案例，嗯，像海啸之后的临时建筑，嗯，甚至一些临时教堂，哦，对，有，以及这个联合国发起的一些救助难民的一些项目，它的成本是非常低非常小的，然后它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具体，嗯，我没记错的话它需要做一个帐篷单元，每个帐篷单元的成本只有$12，它就要在这$12里把一个难民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环境来营造出来，嗯，然后他研究材料，这其实材料是建筑学的一个基本来的嘛，嗯，他研究的方向当时是直筒，嗯，是一种便于生产尤其工艺成熟，嗯，又是可再生的一种，嗯，至少是可循环的一种，嗯，一种材料，嗯，这是他研究的一个重点，嗯，就他介绍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就是让我在不了解建筑师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一种建筑师职业的一种，嗯，我不能说高贵吧，但是值得敬佩的一面，啊，它公共性的一面，对，这点非常感动我当时，对，所以说我也蛮感谢我这日本同事当时提这个名字，嗯，也是感谢这个机缘巧合听到他自己介绍他自己项目，嗯，然后我就稍微插一个点，嗯，说艺术，我这前两天又在翻木心的说，他说艺术家要具备三点，嗯，就是要具备头脑，嗯，心肠和才能，嗯，我是觉得从服务业的角度来讲好像不需要三者都具备，我尤其我们通常理解做一项专业服务的专业，你有这个技能就够了，嗯，如果你要发展你的职业前途，你可能需要一些头脑嗯，真的再进一步你需用你说要具备心肠做一件事情，就好像就尤其放在商业社会好像远了一点，你不需要你考虑那么多似的，是吧？但我就是突然讲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我觉得板帽的做法至少他具备了技能和才能和心肠，我觉得这两点是具备的。我不管他是不是一个艺术家身份啊，他至少体现出了需要在艺术家身上反映出来的一些特性一些品质，嗯，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东西，嗯，有些明星艺术家他我觉得他不具备这些东西，他也没有在挑战自己在这方面，所以大家不需要从大家如果看艺术倒是真的可以试着从这三个方面去检验你所欣赏的这个艺术家，嗯，但是你看一个建筑师可能就未必了，嗯，你也未必看得到这些东西，嗯，但你可以试着去看看，嗯，看得到看不到是另一回事了，嗯嗯，看得到就很牛逼了，看得到就很牛逼了，哎，真他真的可能离艺术家近一点，嗯，但他的天职里就是他的这个职业本分里可能没有包含那么多对艺术家的要求哈，对，这其实是一种自我要求了，嗯，时尚的前辈，哎，有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吧，嗯，模范的一个建筑师，某种意义上的模范，就是他其实他考虑的已经超过了他职业要求了，嗯，他其实本来作为建筑他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但是他其实已经考虑到超过自己职业身份，嗯，想到了更多的可能是社会可能甚至是人类的一些问题，嗯，他在试图去解答这些问题吧， 嗯， 嗯，就是非常厉害的。对，就是通过自己的职业技能来立人，那感觉就是建立自己这个人格的这个丰富的一面嘛，嗯，而不是说哪个建筑，哎，它的可能耗费高，体量好看，他，嗯，就做更多人来拍照，嗯，是吧？更多人来拍照，大概是这样的，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就结在这了，哎，希望大家也去有机会可以在这个展览结束前去看一下时尚春野的这些作品，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提到这个时尚春野的前辈吧。行，最后来首歌，
最后来首啥歌？最后来首，今天不是提到了马修巴尼吗？对，一提起马修巴尼，能不提起另一个人吗？嗯，比约克呀、啊。嗯，比约克，好。哎呀，比约克，零几年还是一几年？就他演过一个电影嘛，嗯、叫《黑暗中的舞者》。嗯，拉斯冯提尔导演的，非常著名的。嗯，《黑暗中的舞者》当年还得了这个金棕榈了，应该是。对对对对。然后他影后了呢。嗯嗯。但是他说他对扮演别人没什么兴趣，他就演这一次。然后整个这个 OST 是他做的，就是电影的、原声。原声是他做的、里面有一首歌。嗯。是这个他跟 Radiohead 的那个主唱，汤姆幺幺幺合作的，叫做 I've seen it all， 就是我都见过了，可以分享里面一个歌词，就是说它里面是两个人一问一答的一个关系、哦、就是问的那个就问你有没有去过哪里，有没有追求过什么东西之类的啊。有一个问题说你有没有去过中国，你有没有看过中国的Great Wall， 就是长城嘛。然后他的回答是 Great Wall， 我们叫长城，英文直译过来叫伟大的墙嘛。然后女生这边就比约克这边就回答的那一句是，所有只要屋顶不掉下来能撑住屋顶的墙就是伟大的墙啊，就有这么一句。哎，就跟我觉得跟建筑连在一起了。不是跟十一连一起是吗？太坏了，也连在一起了。行，我们就听一下这首 I've seen it all。 Kings are Peru。 I'm happy to say I have better to do。 What about China? Have you seen the Great Wall? All walls are great if the roofDoesn't fall on the man you will marry, the home you will share. To be honest, I really don't care.Was as I on my very first day